先说说啊，嗯，就看我平时出门上班挣钱，是吧？这我都知道。他在家里头任门不干啊，这我也知道。嗯，不是，这不你跟我说的吗？你老念叨这事儿 啊，是是，他任门不干呀。嗯，我出差一个星期，回到家就住两天，他还让我干家务。凭什么呀？外边干完活，回家还得干活。最可气的就是，哎呀，提起来我个大伙儿全是泪呀。最可气的就是早上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这上一半儿，只要我媳妇儿往门口一站，我必须起来给她让位。等她完事之后，我再回来酝酿。你告诉我，你们家上厕所带翻场的？嗨，那难伺候。你对你媳妇不满是吗？不是不满，你对你媳妇有意见是吗？不，你跟她聊聊啊。她这种女人啊，啊，是这么，呸。就不该理解他，他应该理解理解我。我建议你跟他聊聊。我多累呀、啊，见天的。舅舅凉，你催谁呢？啊？咱有话当面说成不成？那啊，这就上身了。背后嚼舌根子。没。家里不敢言语。嗯，没。啊？不。周九良，我就问问你。我平时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跟你吵过架吗？啊？有，不是。行，那今天咱就吵一回。不是，怎么就吵上架了？我问你，周九良，手机怎么回事？啊？手机。手机为什么不让我看？里面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、啊。怎么能让我好奇呀、啊？不是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你这人不讲道理，讲道理，我跟你谈感情，他跟我讲道理，他这个话有道理，还讲道理。咱不说手机的事儿，嗯，最近的朋友圈为什么没有我的照片？不发你的照片，为什么没有？哎。哎，你昧良心了可！我怎么发你照片还？啊？我替朋友转发一条寻狗启事，我还得贴你的照片，我还想怎么发你照片？你最近那条就没有我？废话，那条我悼念我舅老爷去世，我贴你照片啊？不讲理，蛮不讲理就是你。咱不说这事儿。你还想聊什么事儿？每天我到洗手间，我的牙刷上准有牙膏。嗯，最近为什么没有了？你是不是忽略了我？鞋油用完了，不是鞋。你拿鞋油糊？我忘了。你拿鞋油糊的？那是忘了吗？忘了。那是不在乎了，你知道吗，周九良？那是不在乎我的心。你知道吗，周九良？不是，我不是因为你不挤牙膏我就跟你吵。我睡这里面有多少的东西？你不在乎我，你忽略了我。你说你工作忙，我呢？哎呀呀呀！对，我跟你说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你说，你老也不回家。一个月出差，有半个月吧，回家住两天。我这个人晚上爱做噩梦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做噩梦你还不哄我，还跟我生气。废话，你做噩梦，你做噩梦醒来抽我俩大嘴巴子，凭什么呀？我还得哄你。你知道你在我梦里都干了什么吗？渣男！那是你的梦，我哪知道啊？你毁了我的梦！不是你这做噩梦，这放一边啊！你这做噩梦，我不担心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哄你，但不能天天做噩梦啊！啊！我两边脸都让你打肿
了，大肿了。嗯，我问你周九良，你干的都是人事儿吗？啊，那天我睡得着着的，他起来啪给我一大嘴巴。我问周九良怎么了，他问我疼吗？我疼吗？我心都在疼。周九良，我说我疼，他说什么？女人就是用来疼的。这不给你抖个报吗？这不是我跟你过日子，你跟我讲相声是不是？啊，小小幽默是吧？这日子还能过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还能过？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。集美们，你们觉着还能过吗？离婚？什么？你什么叫离婚？不是不是，哎，孟哥孟哥，你帮帮我吧。弟妹弟妹弟妹，不是不是，行了行了，弟妹，人耍起脾气他就不一样，你听过了，弟妹，咱这玩意儿说还哭呢，还哭，有法过吗？这个咱呢该离就离，不是那个咱什么该离就离，咱也不能说离就离呀，对不对？我跟你，你听我说，弟妹啊，你听我说，我跟周九良，我们俩在外边确实很忙，他什么样我都了解，他确实啊，天南地北的飞，你想，对吧？对，我知道你们忙，是我知道，知道他为什么忙啊？他忙的不为了挣钱吗？挣钱养家呀，钱不都给你了吗？对不对？我需要人陪伴。我需要是人的陪伴。是是，你就拿朋友圈来说吧。啊，为什么逼着他发我的照片？是，我也纳闷，我不好看吗？那倒是，不是，那不是，我说那倒是不应该是逼着人家化了妆以后跟烧饼一模一样啊。不是，你就别糟践烧饼了，就跟猫头鹰似的。咱就说，我说为什么老让人发那朋友圈？人他之前从来没有发过朋友圈，没发过照片，从朋友圈里没有看过你的照片。对，因为这事吵架了，吵了好几回了，然后才发的。你琢磨琢磨，哥，渣男，绝对渣男，周九良不是好东西，是不是？你说的太对了。没错吧？太对了，没错。还有什么事？他不发我照片啊？他怎么想的？他不想让谁看见我吧？那这个多了，不是那个，这不能那么说。弟妹，我跟您这么说吧，周九良啊，他是有工作那个号，那可能是这不提啊，这不提是，就说做家务啊，说我闲着，对，你人在家不干活，让他做家务。您回来休息两天，他一个月回来几天呢？让他干两天活，平时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家务啊。是，他怎么不说呢？回来以后往沙发上一躺就玩手机啊。哎呦，那应该多应该让他做做家务，为的是让他融入到这个家里。是是，没错没错，让在这个家里头给他多一点影。哎呦，这也是说的对。我有错吗？没错没错。有错吗？没错。哎呀，行行，这个我你啊，这哭得有点难看。你可听同仁堂。